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哥玉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尤克里弹唱曲目是来自周杰伦的《明明就》这首歌呢，用到的左手的和弦会稍微多一点点哦，大家来注意看哦 ，C 大七用你的无名指或者中指都可以放在一弦的第二频 ，M 和弦中指放在最上面这根琴弦的第二频 ，A 七用食指放在三弦的第一频。好，然后 G7 呢，食指放在二弦第一品，中指放在三弦第二品，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品。G 和弦，食指放在三弦第二品，中指放在一弦第二品，无名指放在二弦的第三品。好 ，D 和弦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分别放在四弦、三弦、二弦的第二品。手指头要立起来，尽可能垂直于指板哈，好不好？然后 E 和弦，食指放在一弦第二品，中指放在二弦第三品，无名指放在三弦的第四品。OK， 然后 CM 和弦呢，用你的食指横按住一二三弦的第三品，啊，后面大拇指帮忙往前推哦。好，下一个呢是 BM 七和弦，用你的食指横按住一二三四弦的第二品。如果你一根手指头压不住哦，某一些琴弦发不出声音，就是没有压紧哦，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中指再叠加上去。B 七是在 BM 七的基础上呢，加一个。无名指放在三弦的第三品，同样的啊，每根琴弦都要发出声音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个呢是D挂四和弦，食指放在三弦第二品，无名指呢放在二弦的第三品。好，最后一个呢是升 CM 七减五，食指放在三弦的第一品，中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品。啊，无名指也可以，都可以哈，嗯。然后这个和弦呢，名字听上去有点复杂，实际上它跟 EM7 很像，有没有？就把手指头移上来，好、哦，和弦有一点多，希望大家可以多练习，好不好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右手要用到的节奏型。首先呢是 A 部分呢，我们用这三根手指头，哦，把最上面的四弦和下面两根一二弦同时抓起来，抓起来，然后大拇指拨动三弦，再拉一下一二弦，再拨三弦。比如说我们按住 G 和弦，你就弹抓三。二三，换成 A 七，换成 CM 和弦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的 G 跟 D 有个下滑线，有没有？下滑线里面的和弦就弹抓三就可以了。比如说 G 和弦，你就弹抓三，马上换成 D 抓三。但是呢，大家要练到非常的熟，就是拍子很稳定的下来。比如说像这一句的话，就是 G A 七 CM。我们试着把唱词加进来哦。糖果罐里好多颜色，微笑却不甜了。你的某些快乐，在没有我的时刻。哦，有些同学会说，啊，老师有点太低了。对，如果女生这样唱会有点低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借助一个变调夹，夹在二品或者三品或者一品都可以哦。我们试着，比如说我们夹在二品，好，音准的情况下呢，G和弦呢就第一品就算变调夹的隔壁品，就变成第一品、第一品、第二品、第三品，然后G和弦我们就这么弹，就一样的。好，试着接着唱哦。中古世纪的城市里，有没有就升高了？中古世纪的城市里，我想就走到这，海鸥不再眷恋大海，可以飞更远，远方传来。好，从这个位置开始呢，我们要换节奏型了。如果你不想换的话呢，你就一样用原本的节奏型，抓三二三也是可以。远方传来风。是可以哈，那如果我们想要多一点变化呢，可以把第一下的抓变成爬音爬下去，好，四根琴弦用中指、食指都可以，好，爬音爬下去，然后就变成爬三二三，有没有？按好，爬三二三 ，B 七 ，EM D， 这样就会变化多一点。我们试着唱词加进来哦，远方传来风笛。只在意有你的消息，城堡为爱守着秘密，而我为你守着回忆。好，这个位置
位置有点点不一样，好 ，D 和弦抓起来，然后马上拿轻轻的触碰触琴弦，把它的声音啊，或者你用这只手贴住琴弦也可以，这样它的声音就会止住。好，而我为你守着回忆。明明就不好，我们要进入副歌了。副歌的这个时候呢，建议大家用扫弦。如果你真的不会扫弦，你就还是用分解。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也是可以哈。扫弦的话呢，首先你的手臂不要悬空这样扫哈，手腕放松，然后手肘呢可以轻轻放在尤克里这个位置。好，手腕放松，食指下，拇指上，食指下，拇指上，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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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用到的扫弦节奏型是下。下下上，还蛮简单的，有没有 ？C 大七 ，D B M 七 ，E M M C M G G 七，四手把唱词加进来哦。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你的心事。就是其实节奏型还好，有没有？主要是和弦有一点点多，所以大家呢要努力把这些和弦都记下来，好不好？最后呢，我们要来看的是前奏和尾奏的部分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前奏，一共是五个小节，我们可以把每个小节平均分成八等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喊口号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首先第一个小节，一二三四五都是休止，不用弹。六的时候呢，按在一弦的第五品，按两拨两下，然后滑到第七品，轻轻的滑上去哈，要有个落起的感觉，好，然后呢回到五品，拨动这四根琴弦，然后马上拨四弦的空弦音，一弦的二品，然后变成一弦的三品，放掉空弦，拨三弦的空弦，然后横按一二弦的第二品，小拇指放在五品，拨两下，滑到二弦的第三品跟一弦的第七品，这个有点难哦。好，这两个小节呢，我们把它连起来试一下。好，就是这个滑音呢，一定要滑出来。好，然后啊，马上又要回来。这个位置，然后建议大家用食指横按住一二三弦的第二品，小拇指呢同样放在一弦的第五品，然后三弦的二品，三弦的四品，用你无名指压上去，然后二弦的二品，二弦的三品，用中指压上去，然后呢再拨一下三弦的四品，好，再拉一下下面两根琴弦，这个小节就是。然后前面这些都放掉，只留你的小拇指，一弦的三品拨两下，然后四弦空弦音，然后呢，食指放在一弦的二品，中指跟无名指呢分别放在二弦跟三弦的第三品，拉它，然后三弦三品，食指放掉，再拉一下一二弦，食指，然后三弦二弦，小拇指放到一弦的第三品，再放掉。G 和弦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它顺起来哦。看过管理好多颜色。好，这个时候再接到主歌的部分，好不好？然后尾奏的部分呢、啊，没有前奏这么难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。尾奏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从我会自动变朋友这个自动这个位置加进来 ，C M 和弦按好，抓三二，然后四弦空弦音，一弦空弦音，然后 G 和弦一样是抓三二，然后一弦空弦音，好二弦三弦二弦，然后一弦的五品，好，然后马上食指移到三弦做一个小横按。然后三弦，
再拨一下一二弦，放掉一弦的三平，再拨一下下面 C M 和弦哦，三弦拉一下一二弦，然后同样是四弦跟一弦的空弦音，好不好？然后接着又是重复刚刚的第二个小节。好，再来 C M 和弦，然后小拇指要移到一弦的第六平，再拨响这三根琴弦，然后 G 和弦，从下往上爬音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整个尾奏顺一下哦。就是这首歌全部的内容呢、啊，有一点点小难度，但是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如果大家把这首歌学下来之后呢，欢迎大家向我提交视频作业，记得要添加我们的话题一起弹尤克里里。其他想学的歌曲呢，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诉我。这节课就是这样子的哦，拜拜。